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魏魏佳音，然后我们今天邀请到魏如云。大家好，还记得我吗？魏佳音推出全新 cover， 邀请魏如云一起重新诠释梁静茹经典歌曲《勇气》，继《想见你》《想见你》《想见你》之后，双魏组合再次合作。去年唱《想见你》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然后大家就是比较少能见到面，所以就唱。不是比较少，是不行。是，就很想见面，但不能见面，所以就唱了《想见你》。那今年呢？因为就是，其实我们 MV 里面也还有一些剧情，就是有时候为朋友挺身而出需要勇气，然后想要追寻自己的理想也需要勇气。那现在疫情呢比较严重，所以要走出门也是需要勇气的。所以我们就是我们需要勇气撑过这个疫情的这一大段时间，因为我们都还不知道未来会持续多久，对吧？是的，没错。所以我们今天就唱了《勇气》。这边你觉得美吗？美啊，我觉得一点都不美，因为我比较美嘛。没错，你很解呢。我们小魏就是这么有梗又可爱，可谓一年的再度合作，双魏组合的化学反应又更上层楼啦。Q 呢，他在录音的时候呢，就是他就是一个非常666的人。录音的时候很快就录完，我们就缺什么？想说666就是很厉害，从去年溜到现在。没有，你会从去年一路再溜到以后。好，对对对，溜到我还没讲完，你怎样溜？我们就点饮料啊，然后就是饮料，不是外送人会外送来嘛，然后就是饮料来了没多久以后，就是唱完。而且我们刚刚是在拍那个打闹的戏，想见你的时候是我弄你吗？对，我在等你。每次我们都会有一些蛮屁孩的一些剧情。希望明年我们这个时候都可以出去玩啊，出去玩。所以嘞，交个朋友，你看就交了他吗？那你要不要跟我交朋友？我们交朋友也可以啊，对，交个爱心也可以啊。啊，那很不错。笑屁呀，点在哪？发现啦，我怎么准备跟你做朋友嘞？学姐就派。我其实差不多已经可以抓到你的 tempo 了。哦，真的，哦？对啊，我现在觉得就是怎么样？有时候你也蛮配合，蛮配合我尬聊的。两人的好默契完全呈现在歌曲里，希望粉丝们听了也都能够得到满满暖心的勇气。完全了，陈全报道。